毛还是比较好养的。作为狗狗智商排行第四的金毛，因为其聪明的优点是主人可以很好的训练它，只要稍加训练，金毛就能听懂主人的话。金毛是三大无攻击性犬种之一，主要是说它对人类是特别的友好。金毛俗称大暖男，主要体现在它的理解能力很强，可以感知主人的喜怒哀乐，还可以帮主人提东西。但是金毛也会有一些缺点，比如体味较大，食欲较大，掉毛比较严重。由于金毛对谁都好的热情性格，导致其不能起到看家护院的作用，并且金毛的活动量偏大，比较需要主人花时间陪伴。如果时间不是很充裕的主人，就会没有时间进行遛狗，可能会导致金毛出现拆家行为。